什么？哦，你也会吸蛋蛋的。喂。嗯。什么面？靠呀！看筷子。你要去的风火轮吗？我要怎么嘴巴都是的？啊？你要去的。你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好了，快吃啊！哦，乖，老婆快吃。老板快吃。天哪，你哪有病啊？这最近很容易讲错。很多。嘿，各位，今天跟我的老板约在那个宁夏夜市，要来吃爆宁夏夜市了。然后呢，我今天其实有个特别的计划，来给大家看看我最近找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老婆，早上好。不，叶子老板，我叫错了，我。其实我刚才原本想，你们下次不要叫错了。啊？各位相信有看到我们今天就是来拍一个整人的。哦，我如果呢在今天中呢不知不觉呢一直叫我的老板老婆，他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去找他。来了来了。好久。又等很久。我最近一直在等你耶。没有，这个假日车太多，车太多了，很难停车。我停很远走过来的，你知道吗？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拍吧。等一下，还没开场啊，老婆。有病哦。啊？没有，你听错了、啊。我说老板还没开场啊。可以开场了 ，OK。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心儿。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最有名的夜市——宁夏夜市。没错，这个就是被网友票选2023最强、心目中最强夜市 Top One。听说这里很多好吃的，但是我实在是跟这里实在不太熟。来把手。所以你才熟，全家都熟。而且我发现这边的学生非常的多，那表示什么？你知道吗？表示你老了。表示这里的食物都非常，就是价格非常的合理，真的，所以学生才会来。好啦，我们废话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去吃我们第一家吧 ，Go Go！到我们第一间，就是我刚刚在等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边有一间蚵仔煎，其实好像蛮有名的，好像蛮多人在排队。然后再加上这一间的那个麻油味其实蛮重的，所以我就点了一个蚵仔煎跟一个那个麻油炒腰子。我想说汤很容易老，所以就没有点汤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好厚哦！哎呦，哎，这好厚、哦。它是厚的那一种。它淡很多哎，我刚以为是只是皮那个很像鼻涕的那一坨在厚，可是不是，它是很厚的蛋，还蛮好吃的。而且它的酱好像是自己特调的，应该是哦，看起来跟一般外面看起来的不太，颜色不太一样。它的咸香味有一点点像在南部会吃到的那种什么葱油饼的那种香味。哦。哇，这看起来不错、啊，香，很香，对不对？我就觉得哇，这超香的！我靠，这个比你还香哎！你先吃一个，你先吃一个麻油腰子。哦，好了，哦，厉害的，厉害的！再加这个酱，白酱加蒜蓉酱。哎，我觉得它的酱很强哎，酱很强啊！嗯，你觉得快点，反正呢，它很新鲜。它要跟我们去吃那个桃园那间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那它这麻油味超香的，很浓。这间就是一咬就融化的那种感觉。来，你吃一个，不错。但是我觉得它的鼻涕的部分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恶心。对，嗯，因为有些鼻涕太多就会吃起来不太好吃，就会有种恶心感。嗯，但它的鼻涕好吃。我也觉得哎，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你想吃人家的鼻涕？OK 哦，可以哦，第一家还不错，这个开场。OK， 我们下一间来吃吧 ，Go Go。这样才有路啊！你帮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彩妆博主？放掉啦！放掉什么？关掉啦！就跟你说过放手。那你要不是说要先买喝的？对啊。你要买什么？感觉很道地的味道哎。苦瓜吗？你要买苦茶吗？没有，它什么是六一散啊？不知道，喝了全身散。那什么是地骨露？啊？什么是地骨露？我不知道。所以你要点什么？我要喝蜜茶。哦，好。老板，我要个蜜茶。
OK， 继续走了。趁现在。对。哇，这么浮夸是不是？不是，它跟一般的蜜茶不太一样哎。哇，台湾香葱芋头糕。哦，我跟你讲，这间我有看到，这间听说也是很有名的，它都是卖猪的东西的。对，但是好像我们刚刚也是吃猪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吃别的了。哦，好。今天真的人超多哎。香哦，什么很香？臭豆腐吗？对啊，想吃的是有一点的。想吃的话，可能要后面有座位了。我们去后面排好了。好啊，走啊。一瓶臭豆腐。还有，臭豆腐太多了。这个蛋很厉害，我之前其实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只记得我都认它这个蛋。然后其实它这一间它的咖喱饭也很好吃，那你知道我吃过，咖喱饭很好吃，就是很学生咖喱饭的那种感觉。OK， 好，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本来要吃臭豆腐但太多人排了，所以他先过来吃这个东西。对，你先看一下它的蛋，很像什么贵的那种感觉。好香哦。这个味道，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小一碗哦，它肉超级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二三四八块肉哎，还可以，其实蛮多的，蛮好喝的，蛮好喝的哦。我吃了这个，然后跟另外一个类似芋泥球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去找。芋泥球甜点不错，它加肉松的很好吃，但我没有吃过。OK。你晚上吃什么？哦，你也会吸蛋蛋的。喂。嗯。什么面？靠呀，三块吃。你要去的分红了吗？我要什么嘴巴都是吧？啊？你要去的？你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个吗？这个粉，如果你敢吃，看起来很可爱。公交风雨也可以。好了，赶快吃啊，老婆。好吐哦！你有病哦！你今天干嘛？啊，没有叫错，叫错，叫错了。赶快吃啊，老板，赶快吃。其实我发现这边很短。它不长啊，而且后面好像都是玩的。没有玩的。后面，看你要等下去玩一下啊。好啊，我要先来去找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一个。哪一个？那个芋泥球。OK。哎，巧遇观众。对，之前就提说可以来宁夏夜市吃一下。哦，就是他吗？对，没错。宁夏本人。对。好，那就先叫你宁夏了。OK。OK。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像是蚵仔煎，还有那个麻油鸡。他已经有吃一间蚵仔煎的。哦，那一家也可以。那一家也可以吗？对对对，都可以。然后那个麻油鸡，然后还有那个后面有一个环，有一个环记开头的。还有什么大推荐的？就是中间有鸡肉饭。哦，还有一个芋圆。带我去，我现在就是要找那一间，我现在找不到，你带我去。哦，是，有熟人引路了。我刚刚就是找不到，毕竟你也知道我这身高嘛，我的视线我真的是有点看不太到东西。哎，你在他后面直接小一个哎。我真的看不到东西。你像小孩哦。哪一个啊？在前面。是这间哦。哇，排队喽。酷哦，好，那我也来去排队一下。我等一下再去看看有什么其他好吃的。拜拜。谢谢宁夏，谢谢。很帅。笑死。好的，我们走了大概两三分钟的路程哦。我们干嘛？好像走，我们从那边又排出来了。我终于看到尾巴了。又排出来了。来，我们现在来打赌。芋泥球。芋泥球。我们来预计一下，我们几分可以排到？好了，一个小时了，8:38。8:38排一个小时，真的假的啊？啊，你上次买那个什么什么青木瓜也是差不多、啊。那如果超过8:38，或是短于8:38，正负多少？五分钟。我们来一个乘法。五分钟。五分钟吗？那如果不是你预期的那样的话，我们等一下就去喝苦茶。来呀、啊，怕你哦。那如果刚刚好，我喝苦茶。没有，你也要猜啊！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没有，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好了，我想一下哦。这样不行啊，老婆。病哦，35到40分钟，直接忽略。35到40分钟，好。芋泥球啊，但是他们是前面我坐下来这边还有雨哎，到底，大家排的东西都不一样。只要一拿起来，大家都往那看。有种继续啊！有种继续。好了啦。
好来，有蛋的放上面。来，欢迎阿成来。来到了，来，中原标准时间07分。恭喜大根获胜。你等一下去喝苦茶。爽啦！我已经帮你找好哪一间。重点是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排那么长，结果我们在那边排别间的东西。哦，对，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什么酥炸鱿鱼嘛。对啊。然后就我们排到那个鱿鱼去，所以之后如果大家有来，然后要排队的话，真的要看清楚。对。不然我们刚刚有一点白排了。就不要像前面这个人一样那边乱排。是你跟我讲说那一条的、欸。乱排。好了，快吃啊！啊，乖，老婆快吃。老板快吃！天哪，你哪有病啊？这最近很容易讲错。好饿。来，开箱。第一个是他刚刚说蛋黄在上面，芋泥在上面。蛋黄在上面，感觉我蛋黄比较大颗。啊，好软啊！看。嗯，好软，蛋黄哎。看一下。等等，还没有包肉松哎、欸，包肉松哦、喔，哦、喔、真的、啊，嗯，其实就是咸蛋黄里面就有包肉松，它吃起来嘎叽嘎叽的，哎、欸，好好吃哦、喔，好扯哦、喔，它的芋泥非常的绵密，然后加上蛋黄是有点松松的感觉，肉松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吃早餐那种面包店的那种肉松面包的那种肉松，你能想象吗？不能，要吃一口才知道。吃的，你吃一口，因为有蛋黄吗？哦，好绵哦。哎，现在怎样？你叫就可以，我叫就不行呢。多敲一点。好了，真的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是不是？来，你形容一下口感。因为我有吃过其他边卖的这种芋头，就是比起来这个芋头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的厚重。对，它比较绵。对，因为有些那个吃起来很厚重，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负担。对，会负担感很重，但它的其实不会那么重的感觉，而且它这样咸甜搭配其实很好。我也觉得，啊，你先把这颗吃掉，我才能吃下面那一颗。在叫啊！怎么不叫了？嗯，了，快点！不是哦，很大颗啊，靠腰哦。O M 很大颗，我是懒懒大根。今天看起来不大颗。什么？这么大？哦，好，谢了。等一下，那个很大颗，要嚼很久。O M 很大颗。我决定先擦一下。我们之前有去别的地方，然后有吃过，然后它的那个油味比较重，所以很容易会有油耗味，可是完全不会。哦，这真的蛮好吃的。它这个是芋头饼，哎，我好喜欢吃外面这一层哦，酥酥的，对不对？对。哦，好好吃哦。好吃，对不对？嗯。外面那一层很酥，然后里面的很松软。哦，这芋头推。大推，难怪要排队，嗯，真的猛。哎，它这个吃起来比较 Q 哦。对啊，整个口感跟味道又跟刚刚蛋黄的那不一样。吃。好，我们接下来一家啦，走走。你今天吃完，我们两边走。拜拜。土托鱼的台语怎么说？土托鱼。不对。土托鱼啊。不对。我不会念啊。土托鱼。土托鱼。真的啦！普通鱼是啥小了？普通鱼啊！哦，猪！猪，猪哎，你要不要去认亲？好大只哦！要不要去认一下？认一下。哇，啊猪哎！好可爱哦！可以摸吗？可以啊！来。Hello。哦，他在那边蹭哎。嗨。哦，好大只哦，好可爱。哇！哇，好可爱哦！吃饱后的休闲活动。对啊，认真的，哦，认真的，认真模式启动，那你一人一半，我一人一半，看谁的票比较多，该不会也要赌吧？啊，输了就是苦茶一杯啊，来啊，给你啦 ，OK 啊，不要放水啊，老婆，啊，你到底哪里有病啊？你刚投几个？干嘛跟你讲？为什么？为什么跟你讲？啊！我觉得我发 BQ 了。21、22、26、27、28。谢谢老板，苦茶一杯。
好玩吗？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可是我之前玩的都是小钢珠，我没有玩过这一块的。走了，先回去再玩了。走了，说不定我现在把就赢了哎。走了，老婆，走了。哦。那个鸡好了。那个鸡。鸭。好鸭。鸭不是鸡。多喜欢鸡。都很可爱啊，小时候都黄的嘛。好了，那张。中间休息够了，我们可以前往下一间嘛？我觉得可以去吃你刚刚说想吃的那个臭豆腐了。好像可以，可是重点是在这边大家推荐的，然后都是李掌博哎。就是可以吃看看不同的味道了，怎么样？好哦，可以。然后呢，我最后我要推荐大家去吃一间甜点。好，没问题。好，我们先来去吃我们刚刚看的臭豆腐吧。对啊，就刚那间吧。Go go。哦。小的家啦。回鸟特别有跟老板说要酥一点。所以炸的比较久，它连边边都把它炸酥了。你看起来好像仓鼠哦。臭豆腐。哦，好哦。哦，好的，完全能理解了。谢谢这位阿姨的分析。不是，老板的分析。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初衷，如果想吃的话，应该是去吃阿贝。不过我没有吃过那一间啊。你没有吃过阿贝哦？没有。那你为什么刚不选择阿贝？因为我刚刚经过第一个看到这个，那我想说试试看，还有我想说反骨一下，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一间我觉得就是也不错的。那我发现我错了，所以有时候来这些地方好像就是要跟人家排队，我觉得。好哦。不然你吃啊，那你吃。臭豆腐。臭豆腐吗？那我们等一下去下一站吧。好，我们待会见 ，Go。最后一站还是要排队啊！我已经血糖升高，想睡觉。哎，那个手上那杯是？等一下要喝的吧。哦，惩罚饮料是不是？先买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跟他有贿赂老板，我跟他讲说淡一点，淡一点再淡。它颜色很浅。好了，最后再喝了，不要紧张。好，那一杯你就喝一半就好了，一人一半，好吗，老婆？来，现在喝完好不好？来，现在喝完吧。对，等一下再喝，等一下。先吃完豆花。好啦。好，吃完豆。我先喝完了。好，吃完豆花，吃完豆花。来啦，我先喝完啦。好了，吃完豆花，吃完豆花。好吗？好。老公。要不要？老公要不要？现在喝完啦，要不要？不要。要不要啦？快点啦，一人一半。闭嘴。老公。喝嘛。再来啊。好可怕！现在敢不敢？敢不敢？不敢了。不敢了，对不对？不敢。你去拿个卫生纸吧。啊？我忘了拿卫生纸。我只想要。好嘞，来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粉圆豆花冰，豆花装的。它这个的冰跟一般的冰不太一样，它不是小碎冰，它是有点像冰沙一样。很特别，其实跟以前传统那个冰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它的冬瓜不是绵密型的，比较 Q。这太大口了啦。还好吗？现在吗？还活着吗？它就是古早味的口味。可是古早味有分两种，一种是它的黑糖味很浓厚的那一种，另外一种是有点像糖水的，但它这个是黑糖味比较重的。好了，我们今天开箱完我们第一次的宁夏夜市。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来宁夏夜市吃过太多的东西，有很多还是我没有介绍到的。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开放一下留言来告诉我一下，你们来宁夏夜市都先吃些什么东西呢？好，来，你先到了之后，别忘了。没有。干嘛？你不是要帮我喝完吗？没有。闭嘴！你换口喝。你先喝。我们频道最后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记得开。没有，并没有。来，赶快，这个是刚刚讲好的，一言尽出驷马难追。你这么大根。好了吧？好，有了，好了。干嘛？那你不要喝完哦。哦。好饿哦。